可千万别让他啊。好，没有人强迫他，他干得很好，老师和同学们都很喜欢他，真的。小雪，小雪。付钱，钱已经付过了。谢谢啊。怎么了？你哭了？男子汉大丈夫。怎么了？我劝劝他都不行，你干嘛老护着他？哎，哎，你们等等我嘛！校长，他心里明白。我觉得比上次好多了。是啊，这两天大夫要给他做心体全面检查。然后再做一个核磁共振、验血等等。我觉得，这几天啊，你就专心把尹老师这个检查、复诊的工作做好。嗯，学校的课我安排。你看，现在语文老师本来就少，那么林彤又调到教导处去了，这是我的事儿，我的事儿。你的课讲到哪儿？课现在上到21课，拿来主义。校长，你看这个事儿真是……不说。辍学？哎，这话怎么说的那么难听呢？是提前进入社会，除掉那些无用的环节。可考大学是我的理想。啊，一个月几百块钱，每天上下班挤公车，这就是你的理想？啊？我也想跟你做生意，赚大钱，可总得有个大学文凭吧？李海威，现在是90年代了。现在的社会啊，只注重能力，不重文凭。那种靠一张文凭吃遍天下的80年代，早已过去了。可我才16岁，论能力也差得很远呢。你这是妄自菲薄，你是天才，不能和一般的人相提并论呢。可我在做生意方面一点都不懂，那就更需要学啊。啊，等你上完高中再上大学，那就7年过去了。7年啊，太可怕了。7年能学多少东西，能干多少大事儿啊？啊！您还是让我想想吧。啊，这里有些西洋参，还有几件衣服，你拿回去啊。谢谢爸爸。65次失败呢？这算什么科学实验啊？差不多拿出个结果就行了。问题是差的太多了。你发什么傻呀？陈校长，陈校长。好好，咋吧？你们在挑灯夜战呢？校长，我太笨了，老配合不好。不是，主要是这个取水点太怪了，我们都取2次了。怪？我来看看。我们第一次取水回来，小白生气地说：“半路上我们是不是去了副食店？”副食店？要不然水里的含碱量那么高啊！第二次他自己取自己运回来，马上做测试，可还不让我们走，说今天晚上必然会出结果。这就是取回的样水吗？嗯，今天刚取回来的。嗯，咱们再做一次。
陈校长是化学科的特级教师呢。吃饭吧，今天我请客，坐着让着来。你这都几点了还没吃饭？哈哈，我吃过了，就当我吃的是晚饭，你吃的是夜宵吧啊。你这是有什么高兴的事儿吗？这么大摆宴席。你看看。什么？家纺服啊。不对，家纺总不能老顺着河边走吧？哎，别小看这张草图，有价值啊！我原来以为陈校长只懂得有机无机，没想到现在你也能看出机遇来。那是你的学生搞的低柴帮河流水质情况调查图，可以为市政的环保改造提供可靠的证据。我参加过市政搞的黄浦江几个江河的水质普查工作，如果同学们再搞得细一些，绘图的坐标再标准一些，那就是勘测队的项目报告。如果再按照格式写上前言、政论、结论，那就是一篇像模像样的大学学士论文呢。你不是在我这瞎吹吧？我刚从实验室回来，亲自复查了他们取回的样水，数据精确率很高啊。哎，他们竟然还测出了污染源，很可能是地下造纸厂排出的废水啊。这啤酒啊，为了咱们的孩子们一醉方休，值啊。来来来，干，来干。嗯，来干。我们上学那会儿，不就盼着哪一天能在自己的事业上走出一条新路来吗？老婆啊，有盼头啊。可现在还只能是偷着乐呀。哎，那就先偷着乐吗？啊，请把你的歌也带回你的家，调都找不着了。请把你的微笑留下，请把我的歌带回你的家。哎，这堂课，这堂课应该这么上。哎，你脑子别转得太快啊，先把这件事做好再说。化学老师已经辅导学生们在做正文了，那语文老师也应该帮助学生们做结论。这一会儿还出校门，明明知道是蒲校长的语文课。我买铅笔盒又遇上红绿灯了。谁让你去的？等我们研究课题为市政采纳了。我看采纳之前你最好把家也搬到学校算了，赶紧进去吧。你老干啥？这我干什么呀？陈校长吩咐的，说让我随时跟着您，看您有什么安排。不会吧？你是一听我要上课，你心里痒痒，你怕我超过你是吧？没有，你向毛主席保证，您在东方中学教语文课头把交椅的位置，那是任何人也无法撼动的。这马屁！没有，你怎么也学会了？哎，您这节上什么课？正课、副课还是辅导性的这个课？算什么都可以。校长，校长，听说这次是您上课，不少学生都要跑来听课，这下次序全打乱了，怎么办呢？哎呦，对不起，我是替白老师上课。这样啊。好吧，我以后不声张了，就是。好，行行。林主任，管好你的兵。起。同学们好。校长好。哎，别坐下。
再来一遍。我希望我能得到和其他老师相同的待遇。再来。同学们好。老师好。请坐下。好长时间没有听到同学们这么称呼我了，今天听到就像听你们喊我哥们儿一样。我年轻了20岁。首先我向教导处的老师道歉，今天我打乱了下午3:30不准加课的规定，把你们高一五班的同学叫过来听这节课，就是因为是偏爱，是不平等，是特殊。在这些词当中，我宁愿选择特殊两个字。当然我会为这两个字做出补偿，在别的课时为其他的班讲课，但是这节课我想对你们高一五班的同学稍微偏爱一点，因为我对你们有话说。好，书归正传，今天我们要讲的是21课拿来主义。我想白老师已经给你们讲过很多了，是吧？这篇文章旗帜鲜明地表明了鲁迅先生对文化遗产的态度，他反对关闭主义，反对送去主义，提倡运用脑髓，放出眼光，自己去拿，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称为新人，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称为新文艺。这位30年代的文化旗手所说的拿来主义，一直到改革开放的今天还时时不绝于耳，这正说明这篇议论文的生命力。这篇课文思考和练习题共有5道，除了第3道之外都要做，下星期一交。这课讲完了吗？还是校长部分啊？请同学们打开179页。下面我要讲。校长，我的课本没有179页。啊，不会吧？是啊。这是179啊。校长，校长，您拿的那是高3的课本。啊？语文3年级。是我搞错了。哎，将错就错，今天我就给你们讲这个。科学小论文。校长，高3的课本多难呀。是啊，现在就把高3的学了，但高3学什么呀？这倒也是啊，高中的课文都是经过编改委严格科学撰写的，固然有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程序，但是我们也可以学以致用，急用先学。我们用得上吗？用得上用不上你们洗耳聆听，我便娓娓道来。好，请同学们翻开课本100。不用翻了，听我讲。中学生对自然领域中的某一现象、问题或某一技术装备进行专门的考察、分析、研究，创造发明，并将这一成果用文章的形式表达出来，这就叫科学小论文。之所以说它小，是因为和一般的学术论文相比，它的选题较小，内容较浅，篇幅较短。科学小论文的特点，它必须具有创造性、科学性，当然还应该有一点趣味性。前言、正论、结论3个部分。
怎么样？校长真是一个伟大的导游，总能将学生引导到神奇的地方，然后跟着他登上一个又一个新的征程。林主任，哎，叫我去。哎哎，到，不不，林带，林带。不管带不带，你一定要把这篇课文复印发给每一位同学。好，作业。不用急，就一道题。每一位参加研究性课程的同学，都要根据自己的研究项目写出小论文。这怎么写啊？我们就是为了玩，哪找那么多根据啊？这几天我们怎么写的完呢？是啊，怎么写的？不是这几天，交作业时间，期末研究性课题汇报会之前。那也写不出来啊，校长。这就是你对高一五班的特殊吧？秘书长同学，我可听说你们学生自主委员会的委员们都参加了课题研究，那你们理所当然应该带这个头，对吧？对。谁告的密啊？谁告的？好，下课。同学们再见。哎哎，校长，都交完了。说几句公道话呀？不公道吗？校长讲的是课文啊，只不过是超前一点罢了。哎，可是我们化验、测验、采样的结果都没了呀。就是，那从零开始啊。哎，又要从零开始啊？不会吧？咱们没问题，带训练、计算、带文字，一揽全活。对，没门，当初说好了，你只要我算数，别的你忙。哎，那是我口误啊。考。哎，唐老师。啊，那是大学生才能干的事儿，我们只是中学生。其实并不复杂，只要你把研究项目的动机、过程、结果写清楚就好了。哎，哼，在未完成之前，禁止一切偷窥行为。你这表是名牌吗？怎么了？你看我这是吗？哟，喂，行啊，哪儿买的？老会。哎，坐一下。你那个清洁器改进的怎么样了？我准备用电磁铁代替天然磁铁。这句话我已经听过很多遍了，我问的是有没有进展。还没有。你可要抓紧啊！告诉你，上上下下对你寄予了很大的希望，你是第一个开始工作的，你不能让大家失望。唐老师，哎，杨成教授，杨成教授，唐老师，您说我能在这儿见着？只要你一个不漏的吧。李海威，等等，你怎么连贵重财物都不要了？哦，谢谢。你的东西怎么还谢我？整天魂不守舍的呢。等等，能陪我坐一会儿吗？你从来不问我 BP 机里的信息是怎么回事。那是你的信息。爸爸在你心目中是什么样的？书上说，爸爸抽象说是伟大的，具象说是多样的。对，他们是亲骨肉，无论他走到天涯海角，都会为你着想。他说的对，他积累财富、扩大产业，就是为了让儿子来继承。继承？继承血缘，继承情缘，继承事业，一切都将继承。是继承，但不是一切。对，你要不接受就没有一切，你要接受就有了一切。谢谢你，我该走了。可，你，哎，小白，给你个表现的机会，帮我们写论文怎么样？这种机会还是留给你们自己吧。切，太不够兄弟了，我算是看中你了，以后我们再也不理你。你别不知足了，我做的够多的了，还不够兄弟？哎，谁让你喜欢雅娟嘛，多做一点是应该的，是不是啊，雅娟？谁说我喜欢？你们俩斗嘴，别老把我掺和进去。切，你们俩真像，都可以做演技派明星了。娜娜，你没完了是不是？我走了。别开玩笑了。老师说了，这个项目必须你们自己完成。天知地知，咱不说谁会知道？
不行，我从来没有违反过学校的纪律，这次也不能破例。小白，你的心脏怎么样？托你的福，很健康。那就好。假设你答应帮我们俩写论文的话，我跟丁雅娟就怎么样？我们俩就一人亲你一口，啊？跟你，我才不答应这种无理的要求呢。怎么成了我的无理要求了？明明是他偷袭我的。妈，你别得了便宜又卖乖。你要是不给我们写，我就到处告你，告你非礼我。你敢？你看我敢不敢？我认输了，怕了你。这才是听话的小白嘛。你放心，剩下的50%，等你写完了，雅娟会给你的。我不要。如果要是现在实在没有钱的话，可以实行分期付款。等拿到名次再说。你们要是就此故意不认真写论文的话，假一罚10。哼！别理他，他净说反话。反话？算了，论文我自己落一遍，你帮着改成吗？没问题，我不怕累。什么是反话？你真笨。哎，反话，话反。不，我不走。儿子，外公临终时说了，不接受这份家业，他要全部捐给慈善机构。爸，你不觉得他在耍阴谋吗？这天地良心，外公把家业都留给你这个外孙，连我这亲生女儿什么也没得到，有这么耍阴谋的吗？哼，我爸知道，你们家里没男的，就挑上我这个独子，你好评白不误，捡两份财产。怎么说话呢？我费这么大劲儿把你选上去，你他妈求我来了？我告诉你，我不要钱。我懂了。这世界上有比钱更贵的东西，是吗？这话等你长大了会成为笑谈的。大姨，我恨你，你让我离开了学校，离开了家。家哪能挣钱哪安家，学校更是哪都有。可东方只有一个。这就是你把他带到上海来的好处，一个乖乖孩子成孙悟空了。孩子大了嘛，总是跟我们大人有点格格不入。上海有什么可留恋的？孩子教育成这个样子，事业搞得一塌糊涂。谁说的？哎，我们太阳城马上就要时来运转了，政府有了新的政策，东方中学呢马上就要迁入，过不了半年就会收回投资的。东方，吵得我头都疼了。何去何从？你们定。哎，这怎么又这么晚回来呀？整天是在忙什么呢？学校开始写小论文了。Thank you.
看见方圆了吗？嗯，在那儿呢。哎，谢谢啊。不谢。你，我挺傻的吧？一会儿黄老师要补习数学，我在家一样复习功课。按习惯，你离开学校要用的。我不用了，我想你能用得着。考完试你不是要组装军舰吗？再见。哎，等等，我是说，上次关于爸爸的话题好像还没完。是的，这个是一个永恒的话题。以前我只体会到母亲的温暖、关爱，可父爱却是力量，是冲动。我想说，对父母的关爱应该永远记在心里，而不是索取和依赖。你没有过父亲，为什么说出这种绝情的话？我早就感觉出你独来独往。我拒绝的是他们多余的爱。我不嫌多，我怕我再受穷，我怕再失去宽宽的肩膀。上天给我的机会太少了。应该告诉曹老师，因为是他首先给了你一副宽宽的肩膀。那是他应分的。你这么做，不觉得自己绝情吗？我会向他当面道歉的。有消息我呼你。希望你有个好爸爸。掉刀，刀倒吊着，吃不到不豆不豆皮，不吃不到卤不豆皮。老师，我心里憋得难受。那就哭出来吧，哭出来就好了。乱七八糟的，真不好意思，拜托喽。哟，写的不少嘛。前一仗白老师指导了。我复习功课去了。你也来了？好啊，你们俩搞到一起互相吹捧，把我晾到一边。什么话？我真的是瞎写的。我看白老师改哪一份。我应该给何晨一份。昨天我也就是考验考验你。别理他，他叫白小轩，他就是从北大跑回来，把他妈妈气生病住院的那个大学生，哼，有什么了不起？等我考完试回来再取论文。何威啊，飞机是7点的啊。从这儿到浦东机场还有1个小时的路呢，我自己会掌握时间的。还有，我教你的话都会说了吧？记着，好男儿志在四方，不要婆婆妈妈的。知道了，抓紧点啊！我在这儿等你呢。妈，外婆。呀，回来啦！我7点的飞机去福州。其实哪儿啊都没上海好，这么匆忙，又是学校的活动啊？啊，是学校把我的玻璃结晶器的专利卖到一个福州工厂了，我这就给他们做技术指导。真的？妈，小薇的专利卖了。哎呦，卖了多少钱呢？你别让人给骗了。快继续做，继续做。你可千万别满天要价，给钱更好，要是不给呢，就当是跟人家学习去了。咱们还是学生，考大学才是正路啊。外婆。啊。这是给您买到了花镜。哎呦，好好好！这是给您的西洋参。
哎呦，还真孝顺呐！妈，是不是给您买的保温杯？还有您最想要的电熨斗、雨伞。人家工厂还真客气，送这么多东西呢。也什么呀？这是我们小薇专利挣来的。对对对，是小薇挣的。哎呦，清楚多了。哎，真的好清楚啊！正好妈带了。这么好的东西，我都舍不得用了，还是收起来。妈，这些东西算什么呀？等将来我有了钱，什么东西最贵我就给你们买什么。好，你只要有这份心，妈妈就心满意足了。一个人在福州要当心啊啊！哎，儿行千里母担忧啊，母行千里儿不愁。妈当心啊！哎，哎呀，我这脑子，钱，出远门怎么能不带钱呢？小薇，你把这个钱带上。妈，人家管吃管住，就钱用不着。穷家富路，钱是绝对不能少的。妈，我不要，家里条件也不好。有备无患，你要是没用，再给妈带回来啊。妈。哪来这么多的钱啊？妈，这是厂家付的签约金，您留着用吧。不不不，你搞事业要用钱的。妈，您的我收下，我的您也一定要收下。妈，您自己多注意身体，纸盒少糊一点。知道了，小薇，你走吧。外婆，嗯，你有风湿病，少沾水。哎，好，一个人出门在外，要当心呐，啊。哎，媳妇，小薇，等等，我给你做了件衣裳，先试试大小。来，我抓紧时间赶出来。等你回来就可以穿了。好，试好了，你快走吧，别让人家等急了。傻站着干什么？像个稻草人。妈，其实我都是骗你的，我不是要去福州，也没有什么厂家跟我合作，门口的车也不是学校的。去干什么？是我爸爸，他在门口等我，他给我开了一家公司，让我去当总经理，我要和他一起去深圳，闯出一番我自己的事业。妈，妈，也跟你爸爸一样，是个白眼狼啊！啊，你给我滚，给我滚出去！外婆，你听我说，滚！我是要出去赚钱，滚！为了好孝敬你们。放着那么好的学校你不去念，你挣什么钱呢？我现在已经是总经理了，如果有爸爸帮我，用不了几年我一定会成为知名的企业家的。哦，你就这么相信那个混账王八蛋的话呀？啊，哎，你忘了他过去都干过些什么了？爸爸已经承认过错误了，他现在就是弥补过去。妈，难道你们不希望我成功吗？好，你要走啊也可以，等你读完高中考上大学，你爱上哪就上哪，我们不管你。考上大学有什么用？毕了业不一样受穷，现在这世道只认能力。你别给我强词夺理的，我不爱听。要是我们管不了你呀，那我找老师去，让老师来管你。走。哎，我不去。妈，妈，求求你让我去吧，这种苦日子我过够了，我怕了。这个王八蛋，他还敢来！哼，妈，妈，你怎么，你对他还有心慈手软呢？妈，孩子长大了，让他自己选择去留吧。哎，你，你。
妈，外婆，你们是我在世上最亲的人。等我出人头地了，我会风风光光的回来，带你们去过好日子。我发誓。你回来。开车，搞妥了。开车，儿子是你的唯一，你把他放走了，将来你靠谁呀？妈，我没有其他选择。他爸爸已经给他画了一个圆圆的月亮，如果我硬要把他留下来，无论将来怎样，他都会怪我这个妈妈毁了他的前程。哎呀，你就那么相信那个混账王八蛋呢？我相信虎毒不食子。那你打算以后怎么办呢？妈，您不是说过作为一个女人要学会等待吗？我相信我一定能等来苦尽甘来的那一天。您不也是这样等待了一辈子吗？左捏右。好了好了，别哭了别哭了。东临碣石，以观沧海。水何澹澹，山岛竦嗣。树木众生，百草丰茂。秋风萧瑟。我知道你很喜欢这里，在这里的孩子们无忧无虑，长大能成为祖国的栋梁。可我们不成啊！叫你读书，就要成为家族的栋梁。这回我把你带回来，就是让你摆脱这种束缚。你是家族的长孙，由不得你自己。就你爸爸的公司，你大姨妈也占了一大半儿。你把这儿当成了家，就算是你出国留学，学成后你可以游子回乡嘛。东临碣石，以观沧海。水何澹澹，山岛竦嗣。树木众生，百草丰茂。秋风萧瑟，洪波涌起。学校原谅。